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、オークリーン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又来做公益了。这一台 Focus， 感谢一位吴大哥热心提供。顶罗密谷一台又接了一台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里一直下雨，要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做最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用淋雨啊，那感觉是最好的啊，对啊，雪中送炭嘛，哈。等一下我们来检查这一台，哈啊，大哥卖给我的时候看不需要。大哥他前后5000，他有一台车，他想把它捐来我们公司当做那个爱心车。哎，我本来想说直接跟他买断，但是不一样，他说他直接把就捐给我们。修的东西就是我们处理。他是什么车？一台 Focus 05。你的几年？2005啊。对啊。不要，你的不要捐，你捐出来是害人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你不要捐，我知道，你自己开掉。不要，就是这其实不是车，也不是说在价高跟低的，这是一个热心捐出来，就是捐。啊，你有锁定说要买方要哪一种人，还是说卖给谁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你看，真的有爱都可以。最后一个人不能买，泰山不能买，其他都可以买。不会买的，啊，你不会买啊？为什么？不是你的车快挂了啊？挂了。对啊，你不能买，其他都可以买。好好，对，哎呀，我等一下会写个合约书给你，这样子，对吧？共享盛举，我今天有看管了，哦，就管你就管，一共选，哎，站在这边，车子再麻烦你再聊，有机会再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谢谢吴大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吴大哥。开吴大哥，今天刚好有空，赶快把它撑起来弄一弄，赶快可以上架。你看，一样，你今天呢，它有隔音条，对，好，我今天要把它顶起来的。好，失败被笑，上次不是帮你剪掉，啊，剪掉了，哦，剪掉了，剪掉了。Focus 要先开，是要先，对，要先开。啊，不你请个相关，我手无够长，你看。我识货给西一枚，找到一个给西了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说过了嘛，给西都不是用坏掉的，都是不见的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先顶起来，顶起来。都干的。哦，非常优秀，不乖哦，好很多，发电机新的哦，发电机新的。看得到啊，你也可能也单单嘛。哦，有有可能是一片的哦。对啊。你多10万，多跑10万，一定有风险的。然后防尘套是好的，因为它一直转转久了，还是会破掉的。嗯，对对对对。所以那个湿湿的是湿湿的有两种，一种可能是感冒，一种可能是漏油，一种可能是雨水。嗯，哎，看一下啦。是雨水啊。好像是车况不错哦，车况也换过，现在都没换。没有换啊，没有东西要换，刹车也好了啊。哇，也没有电器。都很好啊，我看还有一根这个，欸，哦，哎，欸，你看大哥有说了，如果哈泰山你要的话，可以自己拔起来了。我觉得我应该不需要了，你直接换这一台，直接换这台车就好了。为啥呀？啊，这皮是也好不？加固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真的，你看，干那这个这三个拆开卖都要换这钱啊，我两卖拢足贵的，现在还贵啊吧？改装东西是无底洞，没有人家跑10万，哎，十几万呐，14万多。啊，又有照顾，当然车况就好很多了。这边有一些撞。对啊，跟你讲，买车主要是看它的引擎的部分啊，底盘的部分，哦，外表是最肤浅的。有些人都来，哇，这个刮标就碎了呗啊，啊，来点暖料也弄好，对吧？对啊对啊，总主要是爱伊的眼镜嘛，心中爱强嘛。对啊。啊，你看那黑色衫足水的，脱起来要看哩。要看，脱起来要看。对啊，脱起来要看哩。那要脱很彻底，不能讲太变黄标的，不能。那脱得很彻底，好不好？我看你有多厚就有多厚啊，比泰山钞票还厚哦。哦，对啊，这我不否认。啊，轮胎是2055/56，啊，年份是2018年47周，啊，那还蛮新的，都还蛮新的。哎，米其林的，米其林的嘞，对啊，好，米其林的。哎，两年胎算新吗？该算新的啊。哦，47周，一年有几周？52。哦，那它年底的嘛，那差不多两年。公益车，干，我有点想买，不行啊！你要牵制下去，你的野马，野马，前面也是啦，缺电掉，好，18/47周，假设一个是4000块，嗯，好，你装的是可能是2000多3000，差1000多，可是四个就差3000-4000块、4000-5000块都有，可是就是知道对车子多少爱。泰山，你装什么？马牌，好，马牌啊，有爱啊，可以。
那一天有讲了，你看他做了这个，节流塞啊，冷气用的。对啊，他、啊啊、最厉害哈、哦，他还多拉了一只眼睛角，这个吗？自震的，哇！哦、那一只大哥也有讲了，我今天再重申一次，你看他哇，这个就是吊耳啊，又吊哎，眼睛在换挡的时候才会震动啊，那么大。哎、欸，这台车可以零元起标吗？我不知道嘞。是哦。应该袂使，不泰山先标。应该袂使，应该袂使。到时候泰山标到后面，我的车公益车，我还付2万给他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电池要护照、哦。有啊，这个有。如果你有装上拉杆，就会拿掉了。如果上拉，一般都会拿掉。对啊。我上面没有上下面。对，你是注重上面，他、哦、是注重下面。哦。有没有？他下面拉的很多，你上面拉很多。对对对。对啊。嗯啊，前面有啊，就前面稍微有一点小碰撞啊。嗯，这边啊，哇，小夸猫鱼哇，叫、欸、真的。对，车况就好了、嗯。好，走，带我去绕一圈就知道了。嗯，对啊，哦，这个就更简单了，到时候轿车只有保养而已，一样会再检查一下啦，做个美容这样。对啊，里外要清一清啊，家人不多，打开路。好了，对啊，好，干杯了，打开路对啊，走，我们去试车，我去洗个手。啊，等我一下。这台车，你看它有电池，我你看它有亮一个 ABS。这台车那个感应线吧，感应线很容易松掉、啊。对啊，但是我是不知道，泰山是不是恒温的？我都不是。你看人家，我不知道1.8有那么多这个有的没有的。什么有的没有？我这个超强，我这个竟然有定速，他自己又加装。对啊，他自己装的、啊。我的定速还是哦，对，你还裸露的那种，对，我是裸露在外的，一半 IC 版还看得到那种的，那个是土炮用，它这个是直接整个原厂方向盘拿去用了，对，我觉得很厉害的。这个车起零元起标有点说不过去的，对，不行啊，我不能这样讲，剪掉，干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你们自己去决定。一样，好话一句，我不晓得是不是零元起标。还是50000元起标，还是30000元起标，还是要经过小试的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这种车随便在外面再卖10几万，那种很正常。那我问一下，那如果是这种车况，你们会卖比较贵，还是会？我是觉得还是照市场，不用，应该是不会啦，正常都10几万了，10几万就花了，但那边10-16万的。啊，可是这台车不用整理，一样啊，因为我们卖出去要保固件，不用。哦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啊，就是这个就很简单嘛。如果得到80000块，我觉得它还是低啊。我上面异音呢，看人家开这么一下你就知道。哎，有声音就可以口口啊，那不用开啊，一下我们出门就有声音。过个坑洞就知道了。觉得这台车跑山路还不错嘞。不会侧倾很严重，因为 Focus 重嘛，所以有时候过弯它会倾的比较。严重一点，这还好，这还真的还好。没有没有，没有就给你。巴迪亚嘞？巴迪亚。好，没有啦，我才60而已啊，还不错，很稳哦。还不错，这个底盘真的。这个车有拉就有长。吴大哥人很好哎，这个车竟然是他是无偿直接就送我们做公益。引擎状况又不错，他不太会抖，对吗？都没错。我更加了，真的不会抖。我刚来的时候啊，我的车不是很抖嘛，比这个。哎，后来换了什么？有换吗？有啊，换引擎脚啊，换掉。对啊，那个都引擎脚，人家都4次和5次哎。其实真的是，就像我讲的，代步车你也开Focus，维修方面也还好，没有特别贵啊。对，而且这台1.8的，最近又省。对，如果比起来马力又够。喜欢的要帮我订阅分享。为什么每次都那么突然啊？让你意想不到的啊！你要帮我分享更多，我才能做更多爱心的车。好，找机会，搞不好下一次来的话，一台野马都在给你们做公益车。晒啦，没有这种事，应该是不会在上面被泰山拿走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低価格、オークリーン。耶、yeah, ，到了。到了。有没有？车帅不帅？帅。比
的车太帅，所以今天主角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的朋友 ，Hello， Hello， 跟泰山哥哥 ，Hello， 是你要买车给他们开吗？他开的还不用这么大，我是伯伯的，2003年的。2003年我没有出生，你还没出生哦。对啊，二零一好吧，泰山走吧，我们去试车。哦，好，试车全部都要去哦。哇塞 ，K1 的。2016，我们要去做吗？要。好，走。结束了，做完爱心，天气又好了。对、啊，现在是晚上，不然就出太阳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Several days later， 好，走吧，我们去看车子。车子在哪里？刚变到了。这边你知道哪一台吗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这一台简单，简单，没有，他要我帮你装的啊。后来那个背景这个我都帮你换掉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对啊，因为他这个好像有换那个加大的，我要换加大。好，谢谢。他说换原本好像不行，所以我就换加大。好，谢谢。虽然比较贵，还是要换的。是，对啊，对啊。这边，看，再来就是。水的部分就是雨刷水，比较常加的雨刷水，再来就是副水箱，对啊。那我帮你检查过了。好。副水箱也是加水啊，对啊，加水。这里会加水吗？对，那边加水，对对对，不要加错，这是双向盘的。如果我变成石头，再一次。那还好了，太重就刷上来，对啊。我又输了。石头。那一样啦，底下还是有备胎那些都在。哎，不错。他都把它拉起来，他要做隔音呢，你看，哇，对啊，他都做隔音，好哎，隔音，隔音就是比较安静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你再说说看，没有，我赢了两次，好啊，赢了两次，那我妹嘞，好，然后等一下我去打一个三个灯，然后，没有，我又赢了两次，贴啥？哦，充电头，交车小礼物，交车礼物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这是我送出的第一个，是不是要给公益生？干嘛？来，谢谢。哇，没有，黑人哥，张大哥，哎，不，当然他比我洗好，对吧？感谢张先生，他这个对我们这么支持啊，也做公益，对吧？所以送了一个这个。我变成科P二号了。因为你前天才贴到你的盒子上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是第一个拿到的客人，对，第一个拿到的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好，交车小礼物，谢谢。对，啊，这一堆我一堆三百三，好。那这个铁牌以后要那个编号啊，编号，我这个可以哈，没有，你是二号哦，二号，你是一号，没有，科P是零号啦，我这个你是零号啊，听起来怪怪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张先生的，对啊，这么的有爱心，也要感谢那个邱先生啊，因为他把这台车捐出来啊，做公益这样啊，就是感谢你们张先生跟邱先生，邱先生，哎，好，到时候会把这个捐出去这样，也是刚好有需要啦，对啊，对啊，谢谢，好啊，那就看怎样一样啊，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啊，因为高雄那边我们也是有配合的，到时候再跟你介绍，好啊，谢谢，那就可以上车了，上车喽。好， okay, 谢谢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看，每次做完爱心，我都觉得很开心，心情很好，对，心情很好。现在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帮他老婆倒车，倒车，对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因为他有一台车，我得给他太太开，他自己，因为他要突然派去高雄，就是。调到那边工作啊，大概就一两年左右的时间，
有可能我再猜啦，有可能一两年后他如果真的用不到，他有可能还会再捐出来。哦，这是我自己想的啦，这我对对对，大概应该是这样啦，对啊，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，也留言，我会慢慢，哎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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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